我在这里。沈君阳，你怎么来？我们先出去再说，走。你们怎么样？没事，先出去。嗯，小木，小木，小木，哥，夏小姐目前处于大脑缺氧状态，导致暂时性晕厥、呼吸减弱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会有生命危险。走，来不及了，附近赶往这里的救护车最快也需要8分钟到达。已无权限。哥，现在要救夏小姐。只有一个办法。T9001号机器人 Starlight 认主成功。他们出来的，里面现在还有几个人？3个，2个男的，1个女的。好，你先离远一点，大家动作快点，快！夏小姐，咬住氧气棒。哥，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，走。西光，哥，快走。里面随时有坍塌的危险，走。三三，你出来了，没事。走走走，上去。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！你们继续灭火，小王跟我进去看看，还有没有其他被困人员。好。